皮皮虾我们走，一起找个女朋友。今天晚上呢，马上直播。不会做皮皮虾的老铁们呢，速进直播间，咱们一起做一下，集合了。打工脆。小虾。静婷，哎呀妈，又来了。哎，把它拍晕啊！咱们就说，就大家吃爆头，爆头把它拍晕啊！这个也得给它拍晕。第一步啊，把细盘里面的皮啊、皮干粒搓一把，是吧？就是地方，同学说可以搓一把，就搓一把，就放它搓，把它搓干净以后啊，它翻过来，它这里被牙齿，好嘞，牙齿，好了，换你了，换你手里，行啊，下锅去。你们怕吃腥的话，可以来块姜片，还有那就是葱姜切了，直接放入锅里，跳打爆头，盖上锅盖，焖制15分钟。宝宝们啊！稍等一会儿啊，就稍等一会儿，咱们就开始。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啊！下视频咱们开造。打磨盐。一起吃海螺不能，很肥很肥的那种哦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大的黄！快给你吧，坐位置。嗯，真是一个吃啊！哎，你看就不肥，不肥，这肯定不肥。嗯，这一锅海螺老肥了，来上一个。啥玩意儿这？谁办的事儿呀？